是天真与一路不见的泪是风雨穿随着笑声和马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，回家的瞬间，心却在你哭泣。Thank you.
虽然筹备时间有点短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，有很多不同的曲风，有很多不同的舞蹈，这个雪还在一直下。希望大家别喜欢这张专辑，因为不久你们就会见到它了。OK，那我就先不剧透那么多，因为是什么？这两天南京一直在下雨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大家来的路上可能有一点不顺畅，但是大家最终还是都顺顺利利的坐在这里了，对吧？
主要是我感觉有点冷了，我得让他们给我加件衣服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场的主题是雪，对不对？那就少不了这首一到下雪就会响起的歌曲。
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叫胡马渡阴山。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刚才我说的这首定场诗是唐朝大诗人王昌龄写的一首边塞诗。古往今来有多少诗词歌赋描写边塞的风景，但是又有多少人能从中体味那边关鏖战的惨烈？且看眼前春风化雨，万里新生，可是边关的春天却迟迟没有到来。在这边关，有一位少年将军，铁甲男。往他的脸上看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鼻直口正，唇红齿薄。用现在的话说呀，那是帅呆了、酷毙了，简直无法比拟。没错。怎么跟大家形容呢？就跟咱们刘宇似的。太帅了。将军头戴亮银盔，身穿亮银甲，掌中亮银枪，坐骑伯龙马，眼角眉梢有千层的煞气，身前背后是百余风的威猛。少年将军在夜色当中举目观瞧，只见月色如洗，低头看是雪满刀。少年将军自从军以来，第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家乡。他的家乡有一条很宽的河，名为莽川。小山庄依山傍竹林，但是却并不安生。沿着河畔，数百个窑口星罗棋布，终日烈火焚烧。这是烧制瓷器的窑口。少年的家乡历代传承着制瓷的独特手艺。少年从小拜师学艺，跟随师傅一起干活，小小的年纪没有几年便学会了师傅全身的技能，烧制出了一批又一批精美的瓷器，简直是令世人惊叹。但是这少年就跟咱们最爱的刘宇一样，从不满足。他一直进取，总觉得呀还缺少点什么，他总想抓住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，但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出也道不明。他经常做着同样的一个梦，梦中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，雨水把窑口的烟尘尽数洗涤，新出窑的瓷器在潮湿的空气中带着一种清鲜的水汽，呈现出一种世人从未见过的颜色，恰如青天烟雨，晶莹。那一夜，一只梅瓶跌落，少年从梦中惊醒，马蹄碎琼瑶，边关战鼓响，惊破了少年匠人那精雕细琢的梦。少年被征召入伍，开启了金戈铁马的生涯。或许是天意，少年将军一路披荆斩棘，攻城略地，屡立战功，终于成为了最年轻的将军，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。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凯旋之日，少年将军竟说自己心有夙愿，不求封赏，只求解甲还乡。那一晚，他又重回到了那个梦中，梦中精美的瓷器笼罩着朦胧的云烟，开窑时的开片声犹如风铃一般悦耳动听。在这声音当中，少年缓缓地睁开了双眼，只见薄雾润透窗纱，是雨过天晴。